我觉得这个今天啊，是我们这个节目杀青的大喜日子。今天是大喜日子，今天要来点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节目组花了血本哦，看了每一期节目的每一个美食，今天只要我们刚刚看到的美食，我们都可以尝到。哇！哇！上美食！哇！哇！一小推车！哇！羊排！烤全羊，烤全羊！羊肉汤，羊肉汤！我的羊排！哇！哇！天哪！哇！炸鸡！来吧！哇！这个虾好大哦！这虾好大！牛棚面太爽了！饺子来了，饺子！我不管了啊，我先来了啊！来吧，来，峰哥！哎呦，峰哥！哎呀，峰哥终于解禁了！峰哥终于回到峰哥本来的样子了。油泼面也有。来吧，走嘛！真的不知道该从哪个下手了。一帮饿狼啊！这面也太长了吧！油泼面太爽了！你说我跟你分一半吧。我不要跟你分一半，我要吃一根。太爽了，面！牛啊！整个站起来吃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这烤五花肉也太好吃了，这太爽了吧！哇，这个肉好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！哇，找点凉皮儿。